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！永别了，神兽战队！人呢？回宫，好久不见的。原来是你们救了他们，两个叛徒。辉哥，你醒醒啊！对呀，我们可是一起奋战的伙伴，混元帝是毁了我们家园的敌人啊！只怪我们不敌混元帝，没能拯救北斗星。你想起来了？你是不是想起来了？辉哥，快找回你自己！啊啊！想使离间计，做梦！哼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糟了，辉哥被混元帝背化了。林聪，林聪，振作起来，辉哥暴走了。大家。大家召唤神兽金刚。嗯，召唤神兽金刚。就擒吧！现在你找到一点缝隙，算我输。谢谢你啊，辉哥！战斗确实要灵活变通。干得好！神兽战队加油！打起精神，这场战斗不能输。哈哈，这次可不会被你找到破绽了。你们的变化也在数据的预测之中，你们永远也打败不了我。人类永远不会比数据强大。辉哥好像不太一样了。大家不要掉以轻心。收集数据只是基础，我的强大在于篡改数据。快跑！
好玩吗？大家不要气馁，神兽战队可不会被这点困难打倒。哦，懂了，修改地形只是小儿科，你们想来点刺激的，没问题。大家振作起来！什么？林聪，怎么了？行动啊！真是差劲儿！林聪只是我遗弃的儿子。这么弱，难怪遗弃你，遗弃你，遗弃你！林聪，林聪，打起精神来！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。林聪，振作起来！别听他胡说。林聪，我们都跟着你父亲很多年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是啊，是啊。辉哥的数据影像只是片段，不一定是真相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父亲真的抛弃我了吗？当时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辉哥这人只相信数据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可以选择相信你的父亲。相信父亲？飞啊，飞啊！小聪真厉害，你一定可以守护好地球的。只要你相信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。父亲，我好想你。我相信父亲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地球，等父亲回来。嗯，结束这场战斗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能量数据明明显示为零，这不符合数据呀，不可能。这不是数据，这是真心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神兽金刚圣神剑。辉哥，终于结束了。原来你们感情这么好，看不出来啊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可是在北斗星最好的朋友。原本北斗七大星球在北斗星王的治理下，人们安居乐业，科技发达，大家每天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里。都是混元帝害了我们。抱歉，刚刚伤害了你。嗯，其实北斗星王见混元帝另有隐情，他是为了保护你才这么说的。保护我？星王兼顾着北斗星和地球，没能及时阻止混元帝，但请你一定相信他，和他并肩战斗。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一定可以打败混元帝的。还有我们在，我们一起保护地球。现在人们都被困在屏幕前，地球即将重演北斗星命运，要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混元帝手中的黑晶球。原来如此，可是我们连混元帝在哪儿还不知道呢。你忘了我的老伙计的特长是什么了？
准备好吧，亲入晶元剑。